这些孩子处境都这么为难了，还在担心我。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杨婶啊？没事儿，没有。我们能有什么事儿？就是你晚上待在自己的房间里，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出来。没错，而且不能让任何人进入你的房间。你们这么一说。 说的我还怪害怕的，要不然我们回李府去吧。不行，不能走。为什么不能啊？因为，因为那个蒙面人不是还没抓到吗？我们没法跟村民交代。可是我比较担心呀。没事儿，不用担心的。 别担心了，杨婶儿，不怕，是吧？是吧？没事儿，快吃吧。来来来，多吃多吃，多吃多吃。吃肉啊！今晚大爹为了取得玉仙轮，一定会采取行动。我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啊？七星连珠的时辰就快到了，姑姑挖他们，到时候会让我跟他们来个里应外合。冷静，冷静，我需要冷静。哎呀，实在是不忍心伤害这几个孩子。 他们对我都太好了，啊！怎么回事？恐怕是七星连珠的时辰已到，玉仙轮要脱胎换骨，所以之前设的结界就失效了。去看看。天助我也，结界失效了。看来玉仙轮就要脱胎换骨了。 真气还没有复原，这样下去，恐怕抵挡不了多久。
杨婶，狐狸妈妈，你要干什么？背叛大帝的下场，你会不知道吗？我只知道小龙女跟哪吒是真正关心我、照顾我的人，岂有此理！无药可救，我今天就要带他们走。来呀！杨婶，杨婶，别管我们了，你快走！放开他们！想得美！我管。 怎么样？他们即使伸出险境，也永远能惦记着我的安危。大殿什么时候对你们这么好过？臭青蛙，有什么冲我们来，别伤害杨婶！杨婶，杨婶，就差那么一点了。老天爷，赶紧让七星连珠过去吧，不然老大他们就死定了。 起，我不叫于千伦了，请叫我无敌风火轮。无敌风火轮，看来于千伦练过成功了。我们打不赢了，我们还是赶紧逃吧，保命要紧。奇怪，我怎么感觉他们身上有不少人的精气呢？杀害村民的凶手就是他们。就是我们，那又怎么样？哼，就更不能饶了他们。快跑，追！等等，杨婶怎么办？我没事，赶紧追啊，别让他们跑了。 水精灵，追！什么情况？这才刚入夜，街上就空无一人。 你下去看看。是，将军。妖怪，妖怪！大人，救命，救命！救命！妖怪，妖怪来了！说，妖怪在哪里？妖怪，妖怪在那边！妖怪，在那边！妖怪，过！账还没算清楚。 就想跑啊！火葫芦呢？火葫芦已经坏了。哎呀，捆仙索呢？捆仙索也坏了。别白费功夫了。上顶村之仇，魔王受伤，还有生了杨婶的事儿，这桩桩件件，咱们也该有个了结了。 又是你，臭小子！今日不见，你法力见高啊！大人，救我们！冤所扑邪，鬼盘阵灵！可恶，又让他们给跑了！我再去追哪吒，先回去看看杨婶吧。 走，大人，妖怪就在前面。大人，刚刚就在这儿啊！杨婶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夫人不是叫你陪着哪吒吗？哪吒呢？ 哪吒他去抓坏人去了。管家，在，你先带杨婶回去休息。哦，不用。
我跟哪吒说好了，我在这儿等他。我怕他来了以后，他找不到我了。我得在这儿等他。你先回去吧，我在这里等他。啊，爹，您怎么来了？你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，不但擅自离家，还自作主张去捉凶，万一出了事怎么办？不会的，那妖怪已经被我给打跑了。就凭你？是真的，将军，那些残害村民的蒙面人其实是两只臭青蛙变的，不过已经被我们三个打跑了。嗯，想必今后也不会再来了。你看，这次不是我胡说了吧？你这两个朋友没少帮你吧？就是啊，你这个臭哪吒，居然敢把我和魔王哥哥给忘了。没错了，爹，孩儿以后绝对不再私自莽撞的行动了。这次确实多亏了小龙女跟魔王。好了，你就不用客气了，降妖除魔本来就是我们的职责。嗯。哦，对了，爹，杨婶呢？是啊，没见杨婶啊。将军，我已经把杨婶安顿好了。嗯。你们几个跟我来。杨婶呢？这杨婶不会跑了吧？她现在受了这么重的伤，该怎么治疗呢？而且她现在是唯一知道真杨婶下落的人。再说了，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？爹，我先去找杨婶。啊，我也去。哎，哪吒，这该怎么办呢？刚才我已经暴露了自己的身份，要是被他们抓到……杨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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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婶。杨婶，杨婶，杨婶，您没事吧？没事吧？你怎么样？没事，我没事，好着呢。杨婶，您刚受了重伤，跟我们回去养伤吧。我不回去，天都这么黑了，你们快回去吧。那怎么行呢？杨婶，你就别推脱了，还是跟我们一起回去吧。是啊，你就跟我们回去吧。我不回去，你别管我了。不行，这段时间您这么细心的照顾我们，您就像是我们的家人一样，我们怎么能不管您呢？杨婶儿，不是你们认识的那个杨婶儿，那又如何？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很在意你啊。那真杨婶呢？真杨婶现在在哪儿？杨婶，杨婶，您醒醒啊！杨婶，杨婶怎么了？杨婶儿，她被我下了迷魂药，暂时昏迷了，不过过几个时辰应该就醒过来了。那就好。我是一只修炼了千年的狐妖，跟独孤二娃他们两个都同属妖帝的麾下。不管您做了什么，都是我们的好嬷嬷。就是啊，你平时对我们照顾有加，还经常给我们做好吃的呢。我们原本打算抢走玉仙轮，如果计划失败的话，就用杨婶当做人质，好来威胁你们。可是我发现我做错了，我实在是没有脸再跟你们在一起了。不要再说这种话了，你对我们的好我们都记着。
不。天下万物同本一源，若一心向善，我们又怎么会不接纳您呢？您就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吧。就是啊，你就留下来嘛，我们都很喜欢你啊。怎么，你是不喜欢我们了吗？没有，我怎么会不喜欢你们呢？你们都是好孩子，你们纯真善良，这些都让我无地自容。在此，我以我千年的修行气势，如果我日后再做出伤天害理之事，我将甘受天雷焚身。啊，你不能这么说。是啊，我们都信您，这种不吉利的话不能再说了。嬷嬷，干脆您就随我一起回陈塘关。你这次帮了我们，妖族肯定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这样跟着哪吒一起走，他还能保护你呢，是吧？嗯，交给小爷了。我修炼千年，一生最快乐的时光，也不过就是跟你们在一起的区区几日。但人和妖，终归是殊途。妖族的暗黑使者居然对付不了一个毛头小子，请大帝恕罪。本王突破封印之后，原本法力剩下不到六成，如今又有太后正一气钳制，难以恢复。这次本想借助玉仙轮恢复本王的法力，没想到你们却如此的无能。请大帝恕罪，此次原本计划万无一失，没想到这个狐狸嬷嬷，她临阵倒戈，勾结哪吒、小龙女等人背叛妖族，才让我们妖族失去了玉仙轮。怎么，不过才区区五百年吗？妖族中人也对本王心怀不轨？大帝威名神武，无人不服。没有想到这个狐狸嬷嬷，他行事自认清高，目中无人，此次又大胆背叛大帝，其心当诛。大帝，属下用人有误，请大帝降罪。责罚你又有什么用？如今妖族之内人心未定，本王又何谈一统三界？属下明白，属下定会为大帝清理门户，扫除后顾之忧。凡有异心者，一律诛之。是。杨婶，你醒了。小少爷，我这是在哪儿啊？我怎么感觉我睡了好久啊？您是因为刚刚来到上顶村，有点水土不服，就晕倒了。现在已经好了。是啊，杨婶，哪吒可担心您了。我的小少爷长大了。杨婶，你先看一下身上有没有什么地方受伤。没受什么伤吧？我刚才听到你们说
狐狸嬷嬷。狐狸嬷嬷是谁啊？是个妖怪吗？狐狸嬷嬷不是妖怪，她是个和你一样都对我们很好的人。狐狸嬷嬷，参见暗黑使者。狐狸嬷嬷，难道你真的不舍得这身臭皮囊吗？还是真把自己当洋婶了？不知道暗黑使者找我有何事？洋婶这个话，岂不是明知故问吗？哪吒，你可都想起来了？嗯，都想起来了。那不枉为师和观音大士，祝你涅槃重生。哪吒，敖丙一事后，你应该明白，日后莫再鲁莽行事，该以仁慈为本，度化众生，如此才是天道正途。玉帝让你死而复生，就是为了保住你这颗驱邪扶正的纯净之心，回到凡间替天行道，降妖除魔。降妖除魔，弟子自是求之不得。我现在只想回去杀了暗黑使者，踏平妖界。哪吒，你现在方火信生，两手空空，功力全失，如何去降妖除魔呀？那徒儿该当如何？你可还记得当你魂魄离体之时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的法宝。不错，因为当时你元神散去，五大法宝流落民间，他们不但失去了记忆，而且也改变了样貌。因此当你回到凡间，首先需要找回那五件法宝，而且要恢复他们的记忆。嗯，徒儿明白。五大法宝对徒儿而言犹如兄弟姐妹，无论如何我都会把他们找回来的。正当如此。此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任务。观音大师请吩咐。敖丙死后，东海又生余波，如今蛇姬夺权篡位，妄图称霸四海。什么？东海覆灭了？丑宰相求见王后。下去吧。是。哇，王后啊，您穿这一身果真是美艳动人，也太气派了，也只有您才配得上这一顶用四海最珍贵的宝石制成的王冠呢。
大殿小心！皇帝，想不到这火箭枪竟机缘巧合来到我魔宫。大帝，要不就此毁掉这杆枪，以免后患无穷。你守了我500年，到今日反而投诚到我大帝魔宫，真是天道轮回啊！大帝小心。无妨，他与我已经相伴多年，吸收了我不少魔性，五法宝乃是玄门正道之物，依循世道之法修炼，讲究因果。法宝的主人一死，每件法宝都需要回到各自的机缘上来重新修炼。这火箭枪在五法宝中煞气最重，倒是符合我们妖族的风格，想是因为这两个原因，他才会在哪吒死后依循天性来到我魔宫。今日登基，还需要一个重要的人物见证。带上来。你们可知道？他是谁呀？本王问话，你们都聋了吗？敖坚，你来说。此人是我父。什么？是东海重犯敖广。你们说呢？既然你是重犯，见到本王还不下跪求饶？呸！你个妖妇，忘恩负义，你不得好死。哎呦，我忘了，曾几何时，你还是我的好大王呢。今日之后，你要是再作威作福，可别怪我不客气。给我跪下！果然是东海之主，有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风范。不过我听说龙生九子，你若不跪，我便杀了他。女王陛下饶命，
女王陛下饶命。不过就算我杀了他，也只是帮你清除一个孬种，我有更好的法子。你不是说敖广是东海的重犯吗？替我好好折磨他，直到他跪下为止。父王，你就跪下吧，这样我们两个就都没事了。住口！哼，堂堂东海的大太子，胆子竟然这么小啊！女王陛下，求您了，您就放过我们父子吧。啊，女王陛下，王兴，你给我起来！父王大人，父王大人，我也求您了，您就跪下吧！啊，我们斗不过他们妖族的呀！女王陛下，求您了，您饶过我父王行吗？我求您了！既然你不肯折磨敖广，那我就来折磨你。直到他肯跪下为止。住手！好一副父女情深的场面呀！不久之前，你们还为了哪吒闹海的事针锋相对，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应该谢谢我呀？你住口！赵在下，你，哼，小龙女，要想敖广的命活着的话，就赶快把净水令牌交给女王。龙儿，万万不可！这些人诡计多端，心狠手辣的，你不能相信他的话。负隅顽抗又有何用？想想你那自命清高的父王，如今还不是乖乖臣服在本王膝下？你这个妖妇，枉我父王平日待你不薄，你见恩将仇报，忘恩负义！少废话，你以为自己还是那个盛气凌人的公主吗？也不看看现在东海在谁手里？你当真以为自己才华出众、貌美绝伦吗？这些不过都是想讨好你父王的人的符文套语。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，我父王真是瞎了眼才会看上你。是你说你父王瞎了眼，那我便成全你。仇在下，属下遵旨。住手！龙儿，不能交出来，你别管我了，赶紧走，去找你三位王叔去。你给我老实点。仇在下，公主，金属令牌呢？在这儿。把金属令牌先交给蛇姬吧。不行，要是把这个交给他，那你也不要紧啊。公主，你记不记得我们俩昨天晚上说过什么？记得。我说，如果我们分开，我一定会找到你，还要帮你找到你的家人。所以，公主一定会再回到龙宫，
找到水晶里的，对不对？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的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不要再说这种肉麻的话了，快点把金水令牌给我吧。不能交！你给我闭嘴！公主，你也知道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如今的权宜之计只有把金水令牌交给蛇姬，才能保龙王无虞。蛇精灵，公主，你不必担心我。本王终于拿到金水令牌了。恭喜女王，贺喜女王！丑宰相，你此次立有大功，本王重重有赏。谢女王。把他们给我抓起来！公主，你这个背信弃义的妖妇！来人啊！把他们给我带下去！敖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敖广，女王，我来救你，我来救你了！哎呀！啊！哦，你以为坐上龙椅就能成为东海之主吗？我告诉你，这张龙椅专属龙族，其心意者，欲之必诛。敖广，敖广，都到这个时候，不想死的话，还是乖乖说出解开机关的咒语吧。我知道了，龙珠是龙珠，是龙王体内的龙珠，可以与龙羽契合，就是龙珠。快把龙珠交出来！要我交出龙珠可以，先把龙儿给放了。父王，把小龙女给我杀了！若是我不能从这龙椅上离开，一定会拉你最爱的女儿垫背。我不要，不要，父王！龙珠在此，本事就去抢吧。父王，我再赶紧带走小龙女，快赶紧！父王，走，快走！别让他们跑了！不行，我还是得回去。龙妹妹，现在这里还不安全，不能在这停留。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去救我父王跟水精灵。你现在回去，那大王叔和水精灵岂不是白白牺牲了？那我怎么办？明知道他们在龙宫里受苦，我要跟你一起去享福吗？你现在回去是自投罗网。自投罗网，自投罗网，我也要去，让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父王跟水精灵受苦。我做不到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大王叔为了保你，连真元龙珠都给了蛇姬，你万不可辜负他对你的期望。龙妹妹，你现在是东海唯一的希望了。如果连你都落到蛇姬手里，谁来复兴东海？复兴东海？啊！东海还怎么复兴？我生命中最亲近的人一个一个离开了我，就连我自己，要不是因为我任性，东海也不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。这怎么能怪你自己呢？如果照你这样说，那是不是哪吒不来闹海，大王叔不被引出去，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？哪吒，你也怪哪吒吗？现在不是怪谁的问题，但是我们再这样继续下去，妖兵就被引来了。那我们怎么办啊？现在敖丙太子已死，大王叔敖接太子被抓，敖顺也惨遭不幸。龙妹妹，
你是东海最后的希望了，你不能再任性了，你要担起复兴东海的重任。不，我……你可以。你别忘了，你拥有水族最高的荣誉。走，我们去搬救兵。我禀明我父王，请四海兵力帮你复兴东海。走。过往的一切，火龙你都忘了吗？过往。难道你真的忘记了？本王被太乙真人压在云仙洞500年，你就在那儿守护本王500年。后来本王出关，你被奸人所害，死后依循着我的气息回到大地魔宫。虽然你已经忘记了这一切，但是本王却一直记着你的忠心。